10月28日，香港警方发言人在记者会上指出，10月27日，在有一批非法示威者在未有警方不反对通知书的情况下，在九龙多区非法集结并大肆破坏，袭击警务人员，同时发生最少三宗暴徒袭击市民的事件。10月27日，有暴徒破坏一家银行，警员在场制服一名涉案男子。在事后的清理行动中，清洁工发现一箱未爆炸的危险品。警方表示，部分示威者的行为已经非常危险和极端，同时在每次示威活动现场，少数纵容暴力的市民用伞帮忙遮挡暴徒的违法行为，他们以为这样没问题，但此行为已经构成协助或教唆犯法。在昨日的混乱的示威过后，在今朝大约凌晨四点左右，有清洁工在旺角清理弥敦道和亚街老街交界的闸门的时候，发现一个白色发泡胶箱，上面写着未爆危险的字眼，物件列作炸弹核炸案处理。蒙面暴徒做些犯法事件的时候，通常你会听到他们大叫落雨要开车，用雨伞挡住犯法的过程。他们这样做其实只是认为他们自己心虚理亏，他们自己都知道自己做的人不对，不敢被记者公众拍到。香港警方表示，早前有大批人利用互联网漏洞将警员及家属生活照和资料放上网，六月至今超过2600名警员被人肉起底，他们受到持续长期的精神折磨，甚至比实际身体伤害更严重，因此警队寻求了法庭协助。香港高等法院已颁布临时禁止令，禁止公众披露警员及家属的个人资料，禁止令可以保护警员及家属免受示威者骚扰。警方发言人表示，警队有责任保护执法人员。法庭已经在上星期五颁下临时禁制令，禁止任何人不合法地发布警察和家属的个人资料，及需要移除一些已经公开了的个人资料。任何人违反这个禁制令都有可能构成藐视法庭罪行。法庭的决定，法庭颁布这个临时禁制令，给到公众一个清楚的信息，任何恶意起底滋扰的行为都是不对的，应该予以谴责和悔改。警方发言人也表示，香港警方在过去一星期的行动中共拘捕206人，年龄介乎12至63岁，涉嫌非法集结、藏有攻击性武器、刑事毁坏、纵火等罪行，共有7名警员受伤，伤势最严重的警员被砖头击中心口，肋骨骨折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